遇见暗信啊，兄弟们，他肯定是暗信。他一开始先选老夫子的，然后又选了个理性，百分百是暗信啊，带了个狂暴，强二级，狂暴强二级理性，可以可以，先挂一下，再 A 一下，以一级身躯硬拼他二级，走位一下，没走掉，发起个头进攻啊，这怎么杀呀？你在想什么呀，甄姬？哎呀，我的线啊！你不要来呀，抓不死，线给他吃了。糟了，这经验值刚才的螃蟹白打了。你在狗叫什么呀？你看我状态了吗？他带个狂暴，你以为你一级很猛，你二级很猛啊？你是火舞啊，你个甄姬，走位，他直接给我带入劣势了呀，兄弟，先把这个螃蟹秒了，没事没事，这波四级了。哎呀，根本就抓不死的，那甄姬二技能一技能有个屁伤害呀，断我一波节奏，我跟你讲，经验金币全部断我一波。哎呀，这兵全没补到，血量太高了，没事，反一波李白。糟了，入侵蓝了，我没看见，没了，不去了，换了换了，那就没事。他知道我有惩戒的，这波他应该去守蓝李白，他的红刷了，直接干红吧。哎，拿完红才去的，不可以抓他一步，大招先开，踩 A 二，让你嚣张，这个红刷了，快去快去快去，不要光被他干了呀。刚才李白一直在这骗我，没法反案，你得跟着我，我一个人咋干呀？我根本就看不住李信，他想翻页我看不住的，我只能跟他比，看谁吃得到。我俩又没控制，我都吃了就行了。他又没打野刀，对吧？狂暴开了，别急，先惩戒一个，再 A 一个，要让他吃不到就行了。他这波打鸟或者反蓝，要打蓝吧，打蓝吧，快点蓝打蓝。发起进攻，哎呦啊，打个喷嚏没看清，啥都没看清，我擦，挂 A 了两下，我这波啥也没干。两段一，两段一操作我你就死了，兄弟，应该回去拿红了。人呢？红都不要，来了来了，不对，又去反蓝了，心真大呀！请求集合。哇，这个躲的。这高技能把他击飞给躲了，
别别别，开始撤退。李白李白，进攻敌方蓝方，该打卡了。阿周 OK OK， 这英雄团战很没用的。把线带一下，这线不好啊。暗信克你呀，他有经济他克我，我有经济就变成我克他了，这有啥的。他这个英雄团战没啥作用的，不用怕的，等一下反甲出来随便吊打。好像拉到了，好像闪现跑了，我这波没有惩戒，先把他赶跑啊。先不打先不打，他不知道我没有惩戒的，他把他蓝拿了，谁拿都一样，快快快。这好好那个啥呀，声东击西，我靠。不是我扛他吗？哇，这么丝滑。没事，给我分担伤害，不要怕。哎呀，得回家了。蓝高地没了，我得跟他带。他娘的，跟我一模一样的打法呀，兄弟们。没事，跟他带。现在压着他打了，找他打，他要出制裁，他这波他这个就没想打团耶，他
算了，拿下拿下，兄弟们。呀千子让你没法打团，没有，他是不跟我打，你知道吧？如果说对待的话无所谓的，我不怕他。这个老六老是跟我分带，我带下路他带上路，我跑去上路了他又跑下路了，他不跟我打啊。抖音